昨天，37岁的舒淇在网上大方晒出了自己两侧生出白发的照片，并留言：“黑就是黑，白就是白，勉强不来。”不到12小时，已有万人夸赞，那是智慧的象征。是呀，现在又有几个明星敢贴这样的照片？这是绝对的真实自信呐！